人老臀先塌。第一呢，臀型不好看；第二呢，走路上楼就会发现膝盖、腰都会有不舒服。当然我们练完臀，穿裤子好看了，走路也有劲儿了。在家呢就能练习，记得收藏起来，每天跟练。第一个动作呢，就是往外摆腿，这里的重点是把肚子要收，骨盆在中立位上，腿往外摆，这样呢摆30到50次，说有能力可以摆100次，这样就可以练到我们臀中肌的位置。第二个呢，有的人的臀就往下塌，往下游离，那好，往后摆腿，勾着脚或者说自然放松都可以啊，臀往后。但是在这儿有一个重点是什么，往后你千万不要塌腰，说你一塌腰练完臀，臀反而没练起来，腰会觉得很痛。所以我们骨盆在中立位，腿向上向后抬的时候能抬多高抬多高。如果你站不稳，可以选择把一面墙，一侧呢练30到50次，另一侧再来